没开麦啊，只是想要放个音乐。谢托鸟鸟鸟，谢谢四的鸟鸟。还有阿波罗，阿波罗四等，四等感谢。继续，血尿灵魂，血尿灵魂。啊！哎，四等 ，LS 发仪。谢谢，感谢四等。然后 ，AL，Fredico， 五等，感谢。拉拉 ，Baby 拉拉。六等，感谢六等。继续破昨天的，其实我有点，嗯。不知道，其实还蛮怕，就是，哎，觉得差不多该卡关那种感觉。啊呜！哦。哦啊！有毒！啊，这边是有一棵树啊，这边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好像是。哦，对，不对，螃蟹，这个不是王吧？是王吗？好像是小怪而已。哦，不对，这人有点强哎。可是他应该不是网啊，因为他底下没有那个条，而且他只要是网，他就会进动画。泡沫光束。哎，对，因为我晚上要跟我哥去吃饭，我们要约会，所以。我晚上应该是不会开台，除非我们吃饭吃的就是很快就回来。可是因为，可能还会再去逛逛吧，所以就是晚上看情况啦。可是开台的几率不大，所以我就想说，现在先看能够跑多少，先跑多少。当然是我亲哥啊，干哥哥是什么玩高啊？干哥哥是国中生在玩的东西好吗？干哥哥，别傻了，天底下没有真的干哥哥，干哥哥都是假的。
有亲哥就好了，要什么干哥啊？得修。螃蟹在那边，草纹的，真厉害！哦，偷袭！螃蟹打死什么东西都没有，烂。呜、哦，哎、欸，这边有路，这是什么？哦，哇、哦、，what the fuck？ 读取讯息，往下走。痛欸，不会追过来吧？靠！会追。如果死来这，我东西就难拿了。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哎，过不去。啊！嗯？摔死的意思吗？这摔死的意思吗？好笨哦，好笨哦，就这样摔死了啊！还有一只嘞，好笨哦！怎么会这样啊？还可以这样啊？哎，这把比较好。哎，没有啊，这是我一开始拿那一把。幽暗战斧，幽暗深邃战斧，真的有比较好吗？我都不知道到底要换哪一把。盾，草纹盾，物理火雷战啊！其实我也没有在用盾，是还好。哦，草纹盾会增加精力回复速度，精力回复速度，精力回复速度，它上面没有写啊，它没有写。为什么会增加？哦，好 bling 哦，哦 bling。前面需要同伴，他指的同伴是我要塞，不，我那个之前那个吗？有剧毒的感觉。熄灭三座火焰通，火焰是这个，这个怎么熄？呜，热！
我要怎么把火熄掉？不是这个火哦，不是这个火，我还以为是这个火。那，七色石。中毒啦！这边好多东西可以捡的感觉。破布面罩。刷三人的路过，让我自己玩。是可以啊，好啦，不然我先自己玩玩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走，再问你们，我再看聊天室。总而言之，先把附近白白的东西全都捡完。铁身躯。那边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又过来了。哇哇哇哇，等一下，我觉得这条路好像不太妙。我万一死在这，我东西又我魂拿不回来就糟了。滚回去。哦，我看到路了，那边有上去的路，这边有东西可以拿。是尾巴的时候了，尾巴。嗨哈。为什么？安全。巨剑。事情谈得很顺利。Oh, nice.
客人，这个力道舒服吗？不错不错，我认为可以再用力一点。靠背啊，我的魂啊！那虽然才两天，虽然才2000，可是靠，好像是前面直走的地方吧？拿得回来吗？好烦哦，这地图。哦，我的魂！你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什么都没有看到，我捡。到是我们吗？还没，我刚刚才开。没有，就是太一直迷路，我不知道这边怎么走。所以我今天还在群组上面跟其他人说，那些剑指部的应该要跟你讲路怎么走，而不是教你。真的，阿美要教我啊，路怎么走？不是教你怪怎么打，可以指点你方向就好了。啊，死定了！擦一下，靠呗！哇死了！哎呀，你刚刚试这个用没有，我没有试，怕试下去擦下去又不行。想说就先拿原本的。Bop bop, bop bop, bop bop, 豆豆，豆豆，剑指部可以教我路如何走，但是可以不用教我如何打怪。打怪这种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四王可能今天出门前都看不到，还要关山做火。火在哪里呀、啊？那又是什么啊？这边的怪物都长得很胎哥，受不了哎、欸！吼哟吼哟！哇！干嘛一直用滚呢？你有玩过这款游戏吗？你如果没有玩过这款游戏，没有走到这个地方，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一直要用滚的，不然我会觉得你对，我不想把话讲得太难听，你知道的。火到了，刚才是火，所以那两只一定要杀。我的魂不用捡了，喷光了，没关系，才2000而已。怎么又有那么大只的啊？怎么又有那么大只的？我刚刚没有看到啊。往天空看，可以看到火的位置。骗人，这里没有天空。这里没有天空。好啦，反正魂都喷光了，我大家看这个。来呀 ，PK 啊！他是不是有一只有个红红的东西一直在喷在我脸上？
哼，好啊，被打死的那种高地上，哦，哦，所以我刚刚那个高地是有一个火就对了，所以我一定要杀死那两只哎，好吧，我知道了，好烦哦，这边有三个高地，三个高地，哎，我的，哎，算了，看到我的魂，这个想想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大概知道方位，这样。哎，谢谢四等干爹，感谢四等，好歹如何死？这里有一团火。后面呢？后面没有，看起来没有路。当心前面伏击，这已经不是伏击的问题啦。搁有一只嘞，还有保护色呢。搁有一只，不是搁有一只吗？两只吧。哦哦哦哦什么哦啊哦哦你再哦哦哦哦我就一刀捅死你谢 TF， 哎，四等干爹 TF 00682572，感谢四等，前面有前有无畏，哦，刚刚就死在这了。接下来个别击破很有用，接下来远程攻击很有用。哦，哦，哦，远程攻击哦，可是我不喜欢用远程，个别击破。来呀！哦，很猛哎！来，下一个，领便当，来啊，便当送来了，来！哦，这位客人，请不要呕吐，快过来，乖啊，把开牙喽！啊！只会吐毒啊！这过来啊，废物！
住不住不我哇他没有死欸、啊、看样子不用理他了。这个整理木箱，我可以把装备丢进去吗？这些我都用不到啊，没在用。这是不是可以卖掉啊？其实，我好像可以，其实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卖掉。nice 哦，你的头顶被切掉，你不要让你头顶切掉。我不是正在调吗？第二团火火火火火！哇，这边好多白白的，好想捡哦。开挡路！变大黑眼圈就变明显，可是我今天不想戴眼镜，所以就这样子吧。你就看重重的黑眼圈，你们就看黑眼圈吧。黑眼圈就等于叶子，这是代名词，不用怀疑。我刚看到那一团一大堆白色的，那边好像有一只很大只的东西，安全吗？谢谢，国界 ，Jordan， 感谢，国界也迈入9点了。我哥吃光的，嗯，我没有吃。他怎么样子把咖喱加热的？啊，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吃了。刚刚说好吃。嗯。那你吃什么？我没有吃啊。你说你中午吃什么？啊？中午吃什么？我没有吃啊。到现在吗？哦，我只有喝东西而已。你在恭喜啊？你都没吃？啊，晚上不是要吃东西吗？啊，你中午要吃东西啊？有人因为晚上要吃东西而中午不吃东西的吗？哪里来的啊？晚上要吃大餐。不要把他们说你变胖那种话当真好吗？没有，并没有。有人说我变胖吗？谁？不怕，我觉得我的体型差不多。
么又是螃蟹啊？受不了哎、欸！哦，它会卡住，呵呵，好笨！啊，对不起。哦，抓起来玩！不要 delete。翻滚！吃药，翻滚！那棵树白白的。打我啊，废物！哦，很痛。什么？处理龙辉戒指？龙辉戒指？龙辉戒指？戒指？延长法？烂东西！法术有效使用，然后用不到。只要看到这种白白的树，巨人就会提供支援。他没有帮我啊！不知道、啊。可我们外面也没有什么庙宇啊什么的，到底为什么？变变变！我觉得你好像变瘦 ，Shadow。我觉得你好像变瘦了，要按时吃东西。真的吗？阿比沙多。啾啾啾！好了，我会按时吃东西的，吃晚餐。其实我的体重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从大概从高中到现在都没有变，都是一样的。边过来之后怎么办？那边、哦、是不是也有路？下一团火在哪里？哦，好像在那边。前有梯子，梯子。哦。哦、oh. ，啊！不要射我屁股！是谁当选的吗？有选总统是不是？没有啊。还是中华队打赢了？中华队打赢了。扯几点啊？SK
SKT 打赢。哦，对啊 ，SKT 打赢啊。SKT 又拿冠军了吗？真的哦。他是活的还是死的、啊？死的吧。我还喷血呢！我靠！哦，可以讲话。哎，谢谢新干爹！新干爹的名字是什么 ？QAZWS， 这看起来就是乱取 ID。谢谢217。狼血剑草，接下来放弃很有用。放弃，他怎么会死啊？哎，这边有开关，可是不能拉。哦，电梯。啊，这里我有印象哦，这边我看过小六打过。哦，原来在这里哦，阿鸟哎，我是不是应该我？哦，好，算。哎。哦，不对，不是小六，不会，没有，我错了，我看到另外一个，看完另外一个实况出来，因为我看人家玩这个的人很少，哎。你看键盘指的前三排就是那三排啊，我知道就这三排啊，这种是才不是乱取，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帮你凑出个绰号或者是昵称，你知道吗？啊，差一点，差一点又要重蹈覆辙，不然你要叫什么名字？键盘217好不好？因为你的 ID 就是键盘上面乱打出来的，你就是键盘217不错。键盘217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对啊，键盘217感觉好像是哪一种电竞选手。好像电竞选手名字吼，让我欢迎键盘217。哦，键盘217，哇，是键盘217耶！天哪，看看那个操作啊！看看那个操作，不愧是键盘。哇，尤其是按那217的速度，神之快啊！217，哦，是不是？好像厉害。我的魂在哪里？我魂啊，在那里。这只是要打死的吗？我被抓起来，不要再把我扔下去啦！不，你妈丢的路！
可以，这可以防吗？这可以防吗？好烦哦！键盘426怎么样？不要啦，426有一个人就好了。我们只需要一个426。不用不用，不不用太多426。键盘426怎么样？很烦哦。我的魂，我的魂。啊，谢谢干爹 ，J J J Y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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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J One，J One。啊，我的魂啊，我的妈！丢下去，让他们尝尝太阳神的厉害。耶、角度对的话，那我要过去一点，我不要在这边，是不是贴那个墙？是不是？好，很好。丢到墙上，渔火巨斧，抓我！哦，没有。哇，吐什么吗？吐什么？没时间看，等我一下。哇，被抓小完了！一开网页就看到有人不要再把我丢到那里，墙墙墙墙，丢好丢好，哦，很好很好很好，乖乖乖乖，啊，把盖喽！死去，再见，一个屁股呀，耶、yeah ！我觉得武器打得不痛了、欸，哎，讨厌鬼，好想升级武器哦！我是不是应该去升级一下武器？可是我没有魂了，哎、欸，有，我东西卖一卖就有了。屁耶、欸！叶乐说他们居然也要我立刻拍骗我，叫我也拍我自己。神经病，我怎么拍我自己？你就这样啊，自拍啊！不会，不好，帮你拍。咔嚓，耶、yeah ！可以换把斧头试试看吗？武器没有强化，我从来没有强化过。巨斧太重了，我之前有用过，我觉得太重。升级元素品。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升级过，我只有升级自己的经验值。我回去看看哈，这边是哪里啊？哦，法兰老狼，去看看。血瓶先强化，好，我好像有捡到一个死人骨头，对不对？死人骨头好像可以强化，不然补血补好少。怎么强化？是找那个铁匠吗？多了一个人，之前没有他，他是谁？ I am serious. Duty, I doubt. Blessing. 嗯。
真正厉害的人是靠技术，武器、元素、品什么的不用强化，真的假的？有这么那个吗？我不厉害，我需要强化，我不够厉害，是这样吗？是按这个吗？强化元素品吗？我怕我按错，快教我。看过小六台就知道什么是技术。五瓶哦，哦哦，我明白了，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不死的尼古增加回复量，欸，可是我刚刚我有不死的尼古吧，刚刚有打到过，可是我要怎么用，捡到啦，萤火天，哦，萤火萤火是这个吗？燃烧不死的尼古，星王，Moon and fast on the trail of the lords absconded. Then these use them to pillage what else are unkin. 我怕，我知道我身上还有东西可以卖给那个。Hi, there you are. I wished for trusting the lowly as prompt at first. Careful you don't. 我怕我等下死掉，然后又没有那个，又魂又喷光光。结果到最后好像只升了药水瓶，武器不知道要不要升级。其实我觉得刚刚应该是打得过，应该打得过吧，稳一点就好，再打一次看看。灵魂巨剑，
哇！完了，又要下去了。哦，没有，好吧，这次谢，哎，新干爹 ，Clark， 谢 Clark。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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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哟，哥哥带你飞高高，这个球飞得很高很远。个漂亮的安达，这颗球飞得很高很远，相当精彩。这个球中外野方向的飞球，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大师兄林志，大师兄李智胜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全垒打，耶！雷德布尔给你一对翅膀，利夫利布给我一对翅膀，我不要翅膀。哇哇哇哇！啊靠！我被喝到三罐，算算算算算。是摆摊，今天外出钓鱼都没能准时跟台。哦，所以你在摆夜市的吗？看来有补不完的，去夜市摆摊钓鱼等等，还要再去夜市利夫杜姆。利哥父母，没 OK 的。我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开台，我晚一点要去吃饭，所以就是你晚上可以慢慢补。哎，可是你晚上好了好了，到底要讲什么？没有，因为他说他晚上要去夜市。摆摊，那这样也没有时间补。我来这里干嘛的？拿魂的而已吗？五千魂是这意思吗？这小怪而已，而不是王。戒指，我刚好拿到戒指吗？没有，钱有隐藏到了。
恶评。哪里有隐藏道路啊？胡小我。哦，这里哦。啊，是乌龟。乌龟，不要走乌龟！你给我过来！我有两只乌龟。哦，那也没去啊。雷枪。哦，新的盾，哦，这比较厉害。哦，上面也有。大哥，对不起，我不是要砍你啊。阶段拿草纹盾对你的耐力值回较快，真的吗？不要骗我哦。那我要换回去哦。现阶段拿草纹盾对你会比较好，耐力值回比较快。在干嘛？我看到无聊天是在玩什么吗？有啊，在钓鱼啊。然后你知道网址是什么吗？窝边草的。我想也是。啊，好烦哦！这是有人被钓到吗？有啊，有人说他被钓到了。好臀部，如果有中指的话，中指。东西，这边没了吧？这边还有东西吗？没了吧？哎，谢谢干爹 ，Healing， 感谢。哦，那边我只有过去过嘛，哦。这游戏真的是对新玩家很不友善。对啊。超级没地图。就不知道到底现在要去哪，然后哪里有东西啊什么的。
不知道啊，他是留蛮多空间，就是让玩家自己去摸索啦。可是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哦，有些武器或是物品的说明可以按不知道是方块还是三角形什么的可以观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特殊效果。哦，难怪我想说他怎么提升精力回复速度，我找老半天都没有看到在哪里。这样的说明经过那个 Google 姐姐的嘴巴里面讲出来，好像感觉特别的舒服，感觉特别的专业。哎，谢新干爹 ZEON9527 是9527啊。我有5000魂欸，我是不是应该先回去把那个东西升一升啊？然后还一直有人要我把什么炉锅炉笼给一个老伯伯，那个老伯伯在哪里啊？老伯伯，以牵引出真正的力量。Then shall we be bearer of? 好，不是很懂，这可以直接跳级升级的意思吗？不用花魂哦，那他要花什么？点看看，点看看。永远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的，我没有感受到有变啊！我怎么样啊？变丑？花脸升级可以升五等，可是会被诅咒哦，会变丑，花我的颜值哦。可是我现在没有戴头盔，其实我也。我戴的头盔，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头盔它是不能拿下来看自己的脸。有啊。有吗？有变丑吗？没有啊。一样啊。一样啊。一样很正啊。有变丑吗？没有啊。一样啊。变胖还好啊，反正穿着盔甲看不到。那就是最壮瘦的那个人。不，最健的那个女人。它有耐久度的。嗯。它水一次只能带五瓶，还是它之后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再上升七百两？应该是可以，就拿道具去加。你有给他们看你的猫的那个？嗯。这吗？这也是卢比给的，就是猫掌的那个手类比按钮的套子，然后萱姐也有，萱姐是蓝的，然后我是白的。卢比的懂呢？越死越丑。你说被诅咒之后死了之后会变丑？怎么那么可怜啊？哼，会变丑哦？好吧，其实这游戏还真的那个，长得丑不丑，好像还真的不是那么重要。背后有字，
血缘之末洛斯里克的身亡。体力哦，太长篇大论了。我现在只想知道需要的情报。三网汤火。我知道，我还有两个火苗。接下来的任务目标就是在法兰老狼的地图那边，掉了一个。往下一张地图的门自然会开启。Welcome home, Ashen. Speak then. Very well. Then touch Hikna. Tiri.我要吃一口小只的就好了，就拿这只吧。饿了哦，结果你那个水果昨天没拿去冰哦，我会揍你吗？我有个会把它哭过。你说什么？之后变得很不一样。嗯，他说感觉很像在看那个实境 live 的节目这样子。他说变得很好笑。哇！下一团火的地方有那个哦，中暑的，看起来很烦。我觉得扣子防火女，不难，可是，因为很普通，所以扣子出来，我觉得认得出来的人很少。我可以装死了，这一把。靠！追上来。怎么跳？有一个好像在这里吧，高塔。不对，这是我一开始。
去。重生之母，还是要 COS 重生之母。我怎么记得重生之母长得很丑？最后一个火，重生之母超辣，干嘛不叫我 cos 五娘好了？五娘也很辣啊，只是手脚长了点。开完了，所以那个是门会开，对不对？是这样吗？我已经把火都熄完了。通往狼血的门，将口一次开启。狼血门，门门门。可以打王了，可是我不知道王的位置在哪里。这长得是，都不知道位置到底在哪。哪里是路啊？上面吗？不是啊。好乱哦。哎呀，这头盔，我喜欢。可是数值好像不好，提升魔力属性啊！魔力属性，小组团你要有那那个吧，王吧，约四王可以打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这里吗？洗头哥的萤火反方向走过去啊啊啊啊啊啊啊！那我刚刚点开了，哦，跑掉了。要塞遗迹，那我传对了吗？我印象那个门就是我刚刚要去开，然后开不了的那个门。哦，可是我要找一下，看一下，这个吧，啊呀！没有错，就是他。靠北。哇，死定了！他们变身之后就很烦了。先找路，不是上面，
嗯，这边有路，到处都是路啊。哎，这边也有火。哎，如果有隐藏的话。哦哦，这只是什么？我成功了，屁！成功什么？这只是哎，这是我一开始新手出来的时候有遇到的嘛？这可以打的东西吗？我现在打得赢吗？我现在可以打他？就再回去就好了。哦，直走不右转开萤火，直走不右转开萤火。这个萤火是你给你跑王用的，如果你刚刚直走不右转开萤火的话，就会打王了。直走不右转开萤火，所以我等于我回去补水，然后右转就是打王。OK。右转，直走不右转。这边直走，明白，那就是这里咯。要，可是我都没有升，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武器升了好用。哦，黑剑哦。看要不要打刚刚那两只黑色的剑士，会掉黑暗剑不作用。靠呗！
好，那两只是不是在那个三傻后面出去？哇，黑衣这人疯狂的赌你会第四只王打一个小时以上。我也觉得第四只王看起来有点难。也有人赌，而且再加上我根本没有升级东西，应该要赌次数比较好。哎、欸，对吧？嗯，应该要赌次数比较好。上一次那一只王，哎、欸，我现在可以再把钱退回去，可以吧？取消就可以。取消是按 close 吗？不是吧？ Close? 不是，那应该是关赌盘，应该是吧？猎趟气矿来。我不知道我没有算，没有超过十次。两只？不对，差一毛。难怪。好像可以，大概看一下。红眼会帮你打，红眼。第一阶段，红眼睛不要打。妹，我相信你会不会死超过十？所以，嗯，我只有开的那个赌盘非常的少。有什么不用大鱼小鱼之类的？那也要我低于十次啊。对啊，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低于十次。你应该去看我打二王十几次，因为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就是十次到底是几次。二王我不知道有没有死超过十次，应该有。我大概要打四五次才，欸、靠北又走出，才大概知道怎么打。统神因为这王封片，假的。喂，好呗。我光在这就被他们毒死了。都有这个东西啊，这谁啊？打开看，
哦，被小怪踏死不算啊，进去打王才算。嗨，果然还是需要升级一些武器嘛。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升级武器耶，怎么办？强化，强化。刚那一只黑色的会掉武器是不是？那我把它打死看看。哦，刚只有一只，为什么现在有两只？让我们打。有几率掉落。Yoko， 没有，你知道我不在那几天，萱姐一个人睡在这边，睡在我宿舍，然后她就觉得表示害怕。她有一次传讯息过来说：“怎么办？怎么办啊？哎，你的电脑自己开机耶，我吓死了，我不敢睡觉。”我就这不算爆料。什么不算爆料？这件事他们又不知道，这就是爆料。这小事。哇靠！这不是小怪啊，这不算小怪啊，两只哎，如果一只刚刚一只还好办。好想拿他的剑哦，好像比较强。有办法吧？有办法让他只有一只吗？刚为什么只有一只啊？只有一只看到我的意思吗？自动播新番是怎样啊？他说：“你的电脑会不会自动播新番？”那好像也不错，你就比较不怕。哦哟，一只离开了。哎，靠呗！哦，他们会砍小怪。哇，他们把小怪干掉了，好强哦！冲过去，呜、哦！好强哦！
是哦，我不知道。可是打死好像会掉好东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真的，我贪刀了，多贪一刀。我后面才喝完水，才发现大概节奏是怎么。一下，然后就滚一下，再打一下这样。你今天喝什么？算掉。再一次。可是，中午直接被发现了。哦，不要吵。他速度很快嘞，他敏捷是不是点超高？血是用喷的，战技能，我也不知道，我也觉得武器好像不行。哎、欸，还是我应该要先把这把先拿去升。没有，我是想要打死，然后看会不会喷个好武器之类的。还是我应该先升这一把？我武器完全没有升过。升武器需要什么调教？没升级太阳，回去升好了。那我问你们好了，两把，一个是深邃，一个是山贼，我要升哪把比较好？大吼，大吼，可是我也不会大吼啊，我不知道怎么大吼。他战头怎么用？双持双手武器 L2 哦，每个人都跟我讲的不一样哎、欸，纯物理还是附加伤害？纯物理那就是
那就是山贼哦。碎片，我喜欢拿斧头，不要再叫我拿其他什么剑，有的没的。我觉得斧头拿下蛮顺的，除非我拿到其他武器觉得不错用的。纯物理啊！哦，三姐看起来很痛哎。剩三条。如果我是主角的话，第一个一定先强奸葛温德林。葛温德林是谁啊？你为什么强奸他啊？好可怕哦！葛温德林，哎，等一下。Welcome, speak. Very well, then take me.利器，哎，下面有个元素瓶加一什么意思啊？摸什么装备还是什么东西加它吗？为什么会元素瓶加一？要塞一击，外围。不知道吃饭之前能不能把这王打死？希望可以打死。怎么那一只都固定会看到我啊？死亡之吻。
有，哦，好，原来是这意思啊！那我不就可以一直刷，刷到掉？可是我想打王欸。我这边有人在用弓箭射。诶，狼血剑草不就是那个吗？我可以拿去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个。想打王，出门右转小路。出门右转的小路。哦。哦，这里是不是？给老狼，那给老狼能干嘛？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再挑战看看。哦，一进来就被打满脸。眼睛会帮忙打吗？然后嘞，他会进第二阶段吗？这就是第二阶段。略过。好帅！想看动画，我想到他在那边酝酿，要酝酿好久，想要直接先看一下到底怎么打。明白明白。
那我二阶，那这二阶要搞很久。也好难哦。好，谢谢阿布。我等下晚一点要去吃饭。要来去吃寿喜烧了，叶子加油。谢谢 Rosie， 谢谢订阅，是的干爹。假的，硬 A 过得去吗？硬 A， 他那个就是有一个有一招是这样，就是半弧形的那个，大概就半血了。那一招被打到几乎是直接喷掉欸。坚韧很低。哦，好，明白。
每次都这样，谁受得了？啊，也跟刚一样 GIF 啊！人生无望。他的火攻我到底盾牌挡不挡得住啊？我如果拿盾去挡，挡不挡得住啊？半三下，好像打三下，好难闪哦。可以挡，挡不住，会被烤爆。哇靠，每个人讲都不一样，会扣血。哇哇哇哇！靠我背死了，瘫了。打错字，没关系。我要进二阶研究动作。啊！让我进二阶。啊！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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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要歇斯底里了！我如果拿水属性的东西打它，会比较痛。有水属性的东西吗？有这种东西吗？唉，算了，我刚刚斧头都已经加强过了，是自己的问题啊，技术不好。眼睛的帮忙啊！谢谢 Destiny， 感谢三等干爹。
消除。泰山，真的泰山吗？只要我死越多次，为什么观众会越来越多？你现在死几次啊？六次。他们在帮你记录。对啊，因为他们这关系到他们的业片。对。最少要在出门前吃饭前凑十次。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过它？红眼太烂了啊！他刚刚一直死。瓶水加二才对。嗯，东西太少，没有去拿那些东西。门口可以招 NPC。土电打他，捏火什么？哦，先捏火再打他吗？可是我的火有限耶。不过如果还没有研究好就捏火打他，会不会有点浪费？
最后一下，差一点。捏火，真的要捏火。我的火，余火吗？提升上限吧，还有什么方法？雷属性，欸，有人说可以涂雷的，是不是？涂雷打会比较痛吗？可以试试看，附加毒的效果。那如果涂毒呢？哦，我懂了，快。好，我知道了。Duck 007，哎，新干爹，感谢新干爹。听说他怕雷，那我们来试试。好，就这样。个气矿麦，我有时间用吗？他要切那个哦，他要切那个方向键去按那个道具栏，这一点我一直很不太习惯，因为我习惯两只手一直握着蘑菇头。三秒就没了，真的假的啊？飞香夜耀实力超展开了。给你们玩就好啦。烤红鱼又死了，啊！这把又没狙，一开始就吃松子可以维持60秒。他会重生哦，那重生好办哦，我也觉得，唉，第一阶段不要锁定标，可是我没有锁的话，我不知道哪一只是王哎、欸，
他锁了，锁了才知道哪一只是王，没锁怕打错，认不出来哪一只是王。想说锁比较保险，虽然的确闪招比较好闪。太多字了，我没有时间看啊！交给 Google 小姐念了。这游戏很虐，但制作群却设计得很合理。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让过关更容易，但凹是不二的法门。用身体记住每只王的动作，攻与防要一个动作后再接一个。加油，成为第一个单过的女实况主！真的假的？还没有女生实况主过这个，没有女生实况主王破过黑暗灵魂，好猛！你的敌人在后面，你不要一直打我。傻眼。有吧？对啊，有吧？怎么可能没有？等一下，如果是开修改器的话，那就不算了。我想到的应该说真的有没开修改器过的应该蛮多的吧，应该也是。复活吧红眼，被搅进他们的战局之中。最后一下，弹刀了。你死了啦！已经超过十次了。好啊，他在忙，要等一下。已经超过十次了。超过十次了。对。ID 远长，感谢抖内，只能给你87分，不能再高了啊！我觉得我已经打到后面，已经有点精神不是很集中，前面还打得比较好。
哦，打错人，哦，红眼，对不起，打到你。气死了！重新！水瓶哦，所以果然过不了吗？哎，我想说，刚刚还有一轮打到二阶段半血，应该有机会。就我也觉得应该有机会啊，只是现在真的有点精神不是那么集中，好急的，急了。耶勒怎么了？还吃哦？耶勒说他爱我们。娟姐，叶子，我爱你们，利夫克里。吃饭要等那个啊，我在等我哥，他去新一代，我等他回来。可以，都告。是怎样？为什么我觉得打他越来越强啊？这游戏是不是有读心术、读心晶片啊？跟魔猎人一样，自我成长哎、欸，烦哦！前面打第二一二次的时候感觉没那么难打、啊。我也觉得我的专注力下降，好烦啊！王会学习你的动作模式，看好猛哦！真的假的啊？嗯，我也觉得我没耐心呢。摩托还要哭。不会啊，我现在没有饿的感觉。你饿过头啦。应该不至于吧，我现在没什么食欲。深邃教堂。对啊，没有，我现在是真的在等我哥，等时间到我们就会去吃饭了。时间到了就先去跟哥哥轩子约会吃饭吧，精神不集中也打不好比国剑。那还有个问题是，我现在3000多魂，我如果不打赢他的话，我的魂不就没了？虽然才3000多是还好吧。
你哥到楼下了哦。到了。嗯。嗯。让他上来吗？对。啊，他嘞？我等一下。所以还是要等他。A135B2464。必取，四等必取，真的耶！谢四等必取。本来还没死哦，可是人家血也抵了啊！孽与火，我知道，给我哥打，快点给我打，快帮我打哦，快帮我打哦！我死到没耐心喽，快帮我打哦！我打一次给你看，然后接下来就帮我打。疯了吗？终于要崩溃了吗？我们在等另外一个人，他联络萱姐，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嗯哼。所以快帮我打哦！帮你死还差不多了。我先给你看一次他长什么样子，他操作长跟血人一样。他长这样。人形。对，人形怪。哎，阿波罗，谢谢阿波。我想嘟你。没过关没关系，快去吃饭吧，约会愉快，利夫吉尔。打开呀喽！然后，对，会出现第二次。但是你也会有头魔大击。你头目大鸡等下会从这边慢慢的站起来，起来吧，头目大鸡，有没有起来了？然后他就会去打他们两个，呼呼呼，有没有？然后你就要帮你的头目大鸡打他，不然就是打王。他就是帮忙帮你调虎离山之计，让王不会注意到你的。我死定了，那我这场要认真打。啊，我按下去了，白痴哦，智障！啊，我的元素品怎么不是放在那位置？起来，红眼，救命啊！谢谢国剑，上啊，打他，打他！红二之力觉醒，红眼打他，干不是打我，你渡我干！中二之力，你说起来简单，你玩玩看就知道了。我就玩过他的上一盘啦，就是粪 game。你又打我，这个逼！打他，打他，看到这没有？打他！回空！我直接被戳死了！你要试看吗？前一个斗内被吃掉了，谁的斗内被吃掉了？谁的斗内被吃掉了？红眼会打最近的，我以为他一定都打那个、欸。
好烦哦。啊，你的盾牌？我盾牌在这。哦，好用吗？盾牌？我刚好不小心把它收起来。你这把武器可以双持吗？不行。哦，双手持可以。双持会比较厉害吗？会比较痛一点，但是这一版好像双持的效用不大。嗯，可是双持会有这个，然后你的攻击会稍微上升一点点。哦哦，双持底下的，它不是额外的魔法攻击哦。不是，双持的战吼技能。嗯，所以果然起源跟黑暗灵魂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吗？不会啊，还是一样的东西啊。差不多啊。血缘跟黑暗灵魂同工作的不有一些地方不一样啦，可是就我看看他的操作跟有没有小怪。有啊，你出去就有了，前面就有一只，那跪在那边的，那边就有一只。强吗？蛮烂的，打三下就死了吧。OK， 打扰了。你的 R1 是攻击，然后 L1 是防御盾。盾反吗？刚刚那招？没有，你就挡住。对对对。哦。然后对，正方形是喝水。我按错了。你只要不要捏到我的渔火都可以。打他！敲他！快了，快了，还可以，还可以，你可以抓个时间喝水，再敲他一下就好了。哎呦！可以啊，可以喝啊，反正他那个水就是你每次回去那个火那边，他就会回来。刚到底喝了什么东西啊？我刚刚捏到火。捏鱼火，这是道具，不是就是不是水。这个水就是每次在这边都会回来的东西。我刚刚捏到的是道具。按哪一个？你要去哪？我没有去哪。那就按叉叉取消。好、哦，我先出来了。啊，聊天室，赶快指导啊！到底我要怎么打？为了什么不讲话了？没有，因为我现在没有在玩，所以我可以认真看你们聊天室到底在讲什么。可是，一直要有人去拿什么武器，或者是我不知道、欸、去刷装备什么的，觉得是有这把武器吗？比较好用吗？你可以试试看出去刷装备啊。外面有一只出去左转会遇到两只黑暗骑士。你武器这么少吗？我把它丢那个物品箱，因为没有一把。这边这把已经是最好的，不用再换了。嗯，好，除非就是再去刷新的装备了。对啊，打王。他不让我打。你要直接打王。对啊，我刚才摸。那就叉叉出去啊。啊。就对啊，那边出去啊。我刚刚是在摸操作。你要直接打王，那你要直接把我魂捡回来。捡个魂而已。其实那个魂不拿也没关系啊。没多嘛。就那一扇门，你就看到那扇门。好多。王在里面。他的回避没有血缘那么的吸，这么的犀利，很多吗？什么东西很多？还好啊，不拿没关系啊，3000而已。因为对弓箭系列实在是有好感。你站在门边，然后被外面那个小怪打，干涉到里面的人，太过分了。绝对是打。圈圈圈圈圈，对对，这样就拿回来了。这只王的印值还蛮高的。就可以硬 A， 他应该说你跟他互 A 的话，你会 A 赢他。哇，喝水的意思不行。哦，对啊，喝水要找安全的时候。
哦，来了，红色眼睛的不要打他，是头目打击。好了，没了。我们把水喝完了。哦，红色眼睛输了，没关系，他会再复活。王子那一只哦，没有血条的。小六，小六啊，小六，我现在是用现在最新科技，声控、脑控、音控，还有我的手指控，念力打王。哎、欸，小六，你今天不是洛克人的那个比赛吗？是比赛吗？我今天下午就开台了。可以啊，都可以。其实他也不是自己人，他只会，他们就是混战。哇，飞高高！可以啊，去啊，反正我们就打到要吃饭。好。明天你会上来台北，对不对？是吗？哎、欸，小六，因为我记得我看到小六 po 文章还是哪里有 share 说，哎、欸，对，对吗？是明天吗？所以你会上来北部吗？要一起吃饭吗？哥哥令开赌盘，不用了啦。如果要开我哥赌盘，我要赌他三十次才会打过。三十次？三十几次啊？我现在打第十次，我刚好打到第十次你就回来了。下礼拜哦，比赛是明天。然后上来台北是下礼拜吗？哦对哦对哦对，月底，我想起来了，你要来的会来卤蛋当家吗？其实你可以等红眼出来，然后再打他们。他们刚刚是这样教我的。你最好就是两只都给我干掉。我刚才已经干掉一只啦。啊，不就好厉害啊？他不就又复活？下礼拜，你下礼拜上来台北，然后下礼拜再去卤蛋当家，所以你还要再上来一次台北，是这样吗？你要不要直接干脆搬上来住就好了、啊？胖不了。哥哥刚刚干掉的是红眼猴，你要喷了？不是，我刚刚讲错，所以嘞，哦，只上来一次，下礼拜对吗？我记得好像你上来都是月底。可以啊，盾用举盾防御。对啊，好像被打的过程中没有办法立刻防呢。没有办法。月底才有表演跟上炉王，最后五月最后一个礼拜吗？你先不要打王，你打后面那两只啊！你先打后面那两只练习，后面有没有？就这两只，就是他们，先打他们练习。有机会还会喷好武器，耶！这是盾反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盾反啊，我从来没用过。哈哈。死亡之吻。我不知道啊。弹开了，但是却叮，反开之后立马来攻击。不是盾反，它会有一个
对方会有一个动作，他会跪地。跪地？嗯、我不知道哎、欸，怎么用盾法？我从来没用过这东西。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左边，后面。没火，不用紧。盾反成功要补刀。哦，刚刚反成功，哥哥却滚开了。有、哦。反成功会有音效。对啊，我刚刚没听到音效啊。哦，他说跪地那个是枪反啊。他们没有硬直啊。其实这两只比王强。不知道有人这样说啦，我不是不知道，我是有杀过一只啊。没有硬直、欸。只有什么碗膏都没有喷。给叶哥玩返校吧，哎、欸，不错、哦，我们晚一点如果回来的话，有时间可以玩返校。什么返校好玩吗？那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游戏对吧？听起来很日常，对啊，听起来很返校，不错，还蛮日常的。返校怎么这句话听起来就很好笑？返校不错。安安。其实这个小怪也可以一次只打他一只，可以不用两只一起打。算有刚刚那个没有，刚刚那个就是我刚刚，刚刚那个不是盾牌，盾牌到底是哪一个按键？我不知道啊。我刚刚明明就弹开了啊，你应该说明明就打中了啊。键盘指挥部，请交出你们的论文报告。如何盾反？刚刚那个不是盾反吗？如何使用盾反？请写一篇报告，然后交到巴哈姆特上。我们晚一点会去检查一下。现在很多人在看吗？1700啊！哦，1700的人看我这耍憨，1700的人看你耍憨，叶子哥哥的脸臭，白痴。L 2是盾反。哦，小六说拿小盾盾反。小盾。哦，大盾不行吗？我现在拿的是大盾，可是我现在拿的这个盾会上升那个绿色那个的回复值。哦，好啦。冲过来了！哎、欸，不会暂停、哦，不会暂停，这不是那么温和的游戏，可以让你暂停，然后想一下对策。说的也是，你至少要进二阶啊！我打第二次就进二阶了哦，棒棒！那个要有前面的经验值啊，这个游戏总是也是第一次碰，我也是第一次碰啊。那不一样，而且我昨天第一只玩过很快。对啊，也是，真的。你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新手教学，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哥哥经验值快速累积中，其实是我用脚玩的，超强，然后还有念力。欸，我问一下大家，如果这一只网我先跳过不打，我可以先绕去打别只网吗？欸，不错不错不错，很好，很好 ，A 他。你很奇怪，小六，小六，小六，你一定要这样子吗？你很好啊。我是你干爹耶，我是你干爹耶。你甚至没有订我的台，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我是你干爹，才不会嘞。后面有一个人在偷戳我。哼，你以为有这么简单吗？你以为你过得了吗？不，你觉得你快过的时候都是骗你的，旁边就会有一个人嘟过来。刚切过去。哎、欸，他要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哎，他被我的
你终于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了。我不破坏游戏体验为前提耶。你一个跑 speedrun 的实况主，你跟我说你不破坏游戏体验，你本身就是在破坏游戏体验啊。真的。你知道自从我看过你的实况，我跑黑暗灵魂山，别人都觉得我是神经病，为什么看到小怪都不打，然后一路这样的乱绕，为什么有楼梯不走都要用跳的，这都是因为看过你的实况。然后我整个，对，我已经误会这款游戏，我以为这是正常玩法，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子。我剩下一咪咪血打他第二阶段了。好了，你可以下去领便当了啦。鱼火也不用吃了。真的吗？那我吃一下吧。你不用，你过不了，你过不了的。我好不容易摸清楚他的。你如果可以闪掉他三招，我就让你吃。啊，是不是？还好没，刚刚有那个，还好没让你吃。我最好是知道哦。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好有道理，无法反驳，对吧？无法享受这个游戏，你就会觉得这游戏进去之后就是用疯狂的滚。还你。放弃了，哈哈，粉给。所以在摸这款游戏之前，我不应该先看小六的实况。真的，看完之后就觉得，嗯，他办得到，我应该也办得到，然后就完全不打怪，然后这样超级。没有问题，怎么错误交换啊？就还好啊，其实我出去那两只东西不是会在那边打吗？然后这边怎么又有一只？这又是什么玩高？哇，好痛哦！啊！好痛哦！黑大剑，我知道了，这是传说中的黑大剑。第一次遇到他，小王，这比王还强，这比王还强，你可以。他们都会有这种奇怪的怪吼。这比王还强，真的假的？这有比王强哦。可是他的血看起来不多啊。黑旗大剑哦，传说中的神兵器之一是吧？让我再来会会他。靠呗！问厕所。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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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翻滚、旋转、跳跃，我甩断腿。欸、会回他嘞。早上怎么吃咖喱啦？用加热吗？没有。你直接吃冷。我热饭加咖喱，对。啊！好吃，加南瓜不好吃吗？好吃啊，对啊，冷咖喱好吃啊。没有，我觉得你的话有时候好吃。怎样？哎、欸，现在又怎样啊？加南瓜就好吃，冷的就不好吃。是说你武器都没有升级？我有升级。啊。吧，我的装备好像蛮烂的。对啊，我去找了一下，然后发现他怎么这样。我身上的装备什么的，好像蛮烂的。哼，北七，不北七，太高了吼，进不来。哼啊，他让我便便。嘿，你是从哪来的？嘿，叫同伴 ，What the fuck？
玩黑暗灵魂。这边最多就加三了，真的哦，好吧。怎样？是不能嘲讽他的。收打送给主场的歌。真的。制作群表示：“你以为你可以嘲讽我的怪物吗？”不，被制裁。啊！疯子，你们都是疯子！啊！被卡，被卡。那，你唱的是标准的吗？是标准的、啊。为什么你会、啊？因为我妈的关系。练过。因为我妈以前在车上。六根千斤，六根千斤。她只要在车上放这一首歌的时候。六根千斤。如果你在车上，是真的被洗脑了。对。如果在车上他放圣经的歌的话，我相信他也会被洗脑的唱。叶子哥的爱与希望没有，他们一直在贴啊，算了，贴一些假的东西前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可以剪？上面是不是还有东西可以剪？哦，这边有路啊。天哪，你到底是这样玩到这边来的？开玩笑，我前面玩很猛。哇，佣兵佣兵套组，让我来看看佣兵套组，哼，烂东西。防打击、防毒，这有比较好吗？看起来好像比较好哎、欸。可是火防降低了一点点，我是不是应该要穿火防高一点的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帅！除了头盔不太嘎嘎以外，还蛮帅的。Is this Chinese? No, this is Japan. 所以第四只王，嗯，他还活着啊，大概好歹打个870次才会过吧。谢五等干爹 ，PK，哎。靠！我又走到死路了，真是有隐藏的道路之类的。我看一下讯息，什么东西？这有别的路吗？刚刚出去好像右边那一条我没走过，去看看好了。哦，这个拿十字架的。大螃蟹啊，这边就出来了嘛，是我出来的地方吗？哦，这就我一开始，我是从上面下来的，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哦，这个穷追不舍哎、欸！啊哈哈哈，来追我啊！呼呼呼呼呼，来追我啊！嘟嘟嘟嘟嘟嘟，悠悠现在在假仙、欸。悠悠在假仙，真的、哦。我是吃了芋头冰，然后觉得好想。哎，白白的魂，来历不如的人。哎哎，怎哎嘿嘿嘿嘿，开 party 有那么多人。刚没那么多人来，哎，鱼火啊，翻滚，翻滚，嗑个药，阿斯丁了，我要捡，元素碎片，滚开，
呼呼呼！这翻滚有87%的强，太强了。下面哦有亮亮，嘿嘿，绿花草，哪儿还有东西捡啊？我现在要来一个挖谷啦，考谷啊，超级考谷。哎，谢谢新干爹 QWE， 又是一个乱取 ID 的。哎，这 W E， 老者戒指，哎嘿，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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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制裁了，没关系，我捡完了老者戒指，哼。嘟嘟嘟嘟嘟！大，我们去吃饭啊！我从4点多开始光开到现在，有人从到我都在看，有没有去吃饭啊？该吃饭啦、啊！我没有跳过，我现在在捡一些可以帮助我的东西 ，maybe。啊，我不是。我不是法师，我现在在。逃避事实，不打那个东西。专杀一些小怪来泄愤。骂咖。等我关台要吃饭，干嘛等我啊？没有，我在等，我在等。杀死他有没有东西啊？好烦！喷东西哦！可恶，废物！我在等别人。我们还有一个朋友，等他联络，我们就要去吃饭了。喂！谢谢 WL0 五等，啊！大找戒指，哎，喷了个东西出来。小螃蟹，不要理他。提升咒术威力，怎么都是掉法装啊？这我用不到吧？天，这汤厨有个元素碎片，我刚好有捡到啊，我刚好有非常迅速的捡到。水煮螃蟹。嘟嘟嘟嘟找咒术师、啊。小叶加特制水煮螃蟹。我的名字叫做刘王星，大家都叫我小当家。我母亲曾是国营餐馆菊下楼的大厨。菊下楼的大厨。我从小也是在那个厨房长大。哦。为了大厨接棒。我的名字叫做刘王叶。谢谢四等。兰西卡，呼，跳上去，跳不上去了。哎，他怎么是像一个人？哎，原本不是还有一个朋友在吗？呼，我也会，呼。前来报道，前来报道6TANSLT。你抖了5美，然后不播个音乐什么？巨型棍棒，烂东西。还有一只在哪里？我记得它不是两个人一组的吗？啊，对哦，摔死了。
欸，不对啊，这边的怪不是我只要点鱼火它都会复活吗？没有，摔死了它不会复活。 哦是这样哦。那这边要怎么上去？我看一下。那个东西有需要拿吗？我每次上面有一个，每次地图过太快，你都会说我什么东西没拿，什么东西没拿。我现在就干脆把它拿一拿。炭火盾，火盾，炭火盾，隔挡，算准时机甲可以使出致命攻击。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想去打一下上面那个魔法师，对我射冰箭那个。在这之前，我要先回去补个血。在15分钟后，那差不多了。可是我想要先干掉那个法师。15分钟应该可以干掉那个法师，我很快。应该可以吧。干掉法师。他在上面，我要干掉他，因为他刚刚射了我两发。我要杀死他。他很奇怪。你对自己有点自信吗？因为妹在玩电脑。哇、啊，同样的位置。劝你是不要保护他哦，给我下去！啊！就是你呀、啊，在那边射我。哦，把盖亚喽，克罗斯走。还有一个头目大击，西暴气流斩，这边是不是有光光有发光的物体？没有吗？他总会有个什么东西在守护吧，不然他在这边干嘛？哦，有看到了，哎，那边要怎么去？跳过去吗？会，跳不过去，什么？哎，怎么过去？哦，这里找到，找到，找到！牺牲戒指，牺牲戒指，死亡时不会失去灵魂，但是会失去戒指。好没有用哦，好没有用哦，听起来好没用哦。我到底什么情况之下要配这戒指啊？灵魂超过了好几万，然后我不去升级武器的时候吗？好贱。牺牲戒指，前有安眠的战士们，那这边超有用，真的假的？超有用！前有宝物，就是那个牺牲戒指吗？很怪欸，确定会死的时候，替身石的概念吧，灵魂超过几百万就会想带它。我那
这样问好，我超过几百万，为什么不去升级武器？为什么不去升级自己的等级？然后还要带在身上？因为没有办法回去升级的关系吗？我会遇到什么情况，然后没有办法回去升级？可以死了再带，叫你再死一次灵魂哦。有魂没有火的时候，好吧，差不多啊，我把法师干掉了。你去吃饭，去吃饭，我要去吃饭了。嘿，开了三个小时。观台吃饭，被入侵的时候可以用。好，小六晚上会开 speed run 吗？跑黑魂吗？我可以看一下吗？等你开台看，让我看看小六精湛的表现。我玩黑魂都是小六教我的，我从小就看小六的实况长大。自从我看了小六的实况之后，我打黑魂每次都可以打过呢，真是太好了。就这样啦，拜拜！谢谢大家今天的订阅，还有 donate， 谢谢所有的新干爹，今天还蛮多新干爹的，感谢你们，谢谢订阅这个八七台，感谢。好啦，去吃饭吧，拜拜，拜拜，小六，拜拜。